同学们，下面我们来学练摆臂技术动作。摆臂技术动作呢，主要有两点作用。第一点呢，就是要增加蹬地力量；第二点呢，就是协助身体平衡，啊，掌握平衡。要想摆好臂，首先从肩关节的放松，肩里的会放松，啊，肩放松了，摆的它就自然了。第二点，你要是摆的很自然呢，肘关节你都会放松，啊，肩关节放松，肘关节的放松。第三点呢，你这个臂膀到前面得弯曲，后边呢摆直，前面弯曲，这不自然了吧？再给你摆的方向是什么呢？贴住你的身体，你往前滑的时候，按照你那个贴住你身体是向前摆的啊，侧后向前，往前摆的时候嘛，不要超过你的鼻子，不要这么摆横了。往后摆呢，你不要太摆横了，侧后啊向前摆，摆在你的前进方向上和你那个鼻子尖啊。成一条直线上是这样的摆的，所以说呢，肩放松是第一位，肩会放松了，肘关节会放松了，你看摆起来就自然了。我总结了这么几句话：肩松，第二句呢臂弓，第三句呢贴住身体，第四句用惯性，就是肩松、臂弓、靠近身体、用惯性。这个怎么才能做到这个肩松？我给你很形象给你举个例子啊。咱们都以前看过那个驴皮影，是吧？那皮影戏，皮影戏顶上呢，它那肩关节不是有一个绳连着的吗？那个肩关节是不是有绳啊？有线连着，所以你那个肩一松下来以后吧，你那肩关节呢，感觉是呢，光有韧带连着，就像一根线连着似的，其他全放松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稍微的用点力量呢，往前一弯曲，啊，这样用惯性这样摆起来了，啊，这样肩放松了，啊。啊，光肩关节放松，肩不动，啊，臂动，啊，再摆起来，一，这就放松了，看到这个摆到前面以后呢，臂得弯曲，别摆横了，摆到你那个鼻子尖前面的，和你的那个滑行前面那个方向要一致。下面呢，我要体会一下那个肩放松的动作，你看你那个手臂是不是就，哎，这不是很放松了吗？在这样情况下，你把它很规则的，啊，前面弯曲。后边摆直，哎，体会一下吧。肩不要动，肩松臂弓，靠近身体用惯性。哎，这个臂往前再出来一点，啊，肩不要动，你的肩也动了，哎，哎，往前来，这样，啊，来，一二，一二，哎，稍微往前点，你看，臂稍微出来一点，在这儿，看，稍微出来一点，抬头。一二，你协调放松自然。一二，肩关节动，臂动，肩不要动，肩一摆横了吧就不好看了，啊，就不是三点直线了，就摆斜歪了。哎，你必须把这个摆臂吧，你得用上劲儿，啊，用到蹬地上去，而且能增加的平衡，啊，而且呢摆的非常好看。反复强调一遍，是肩松、臂弓、靠近身体，用惯性。你看谁摆的最好？哎，动作连贯，哎，动作连贯，中龙那个臂，哎，不要摆太大，哎，好。哎，郭阳那个臂不行，你过来。你那臂和上面摆的就脱节了，刚才摆的，我不看着，肩这儿要放松吗？肩这地方放松，摆出来以后吧，要舒展，先摆在这儿。这个臂呢，后边呢，摆在这儿，啊，抬头放松，肩不要动，是肩关节动。摆起来，来，来摆一摆，唰，唰甩起来，前后摆起来，哎，前后甩起来，哎，就这么动作，走，好，哎，别这样啊。臂弓往前摆，大臂伸出去，哎，往侧后摆出来，哎，往摆出来，那臂摆出来，你过来，你这个肩有点发福，哎，放松下来，往这放松下来后，臂往前伸展出去，抬头，伸展出去，臂是侧后，这就甩起来，来试一试，一二，一二，对，前后甩起来，这就对了。
哎，按照这个动作走，走，哎，按照动作走起来，哎，这就对了。周慕龙那个停下，周慕龙停下，你停下，你那个摆顺拐了。我不告诉你用钱的，你看，抬头，利用钱摆出去，利用侧后抬头看，用钱看，你这样的肩不能动，那摆给试试来。一、二、一、二，就这么个动作啊，挺好啊，这对了，继续往前走起来，这提不提歪？哎，这回对了。不要小看摆臂的作用，它可以维持你身体的平衡，增加蹬地的力量。协调一致的摆臂不仅优美，还是你提高滑行速度的关键。很难相信，一个体重80公斤以中速滑行的人，仅仅遇到8公斤的障碍物，身体就会失去平衡。在滑行中，千万不要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，遇到障碍物时，请迅速躲避。接下来这部分的练习内容是弧线滑行和转弯练习的基本技巧练习。在这个滑行当中，我们这个内容的主要部分先从呢滑行姿势这儿学练开始。弧线滑行和转弯必须要倾倒，还有克服这个离心力的啊。在倾倒的时候呢，这个身体必须得做到呢3点直线，这个是最基本的。在轮滑当中，无论你是直线呢还是弧线呢，必须得做到呢3点直线，这个做到了，你滑行起来就平衡就掌握了啊。比如咱们骑自行车，你在转弯的时候，你身体随着自行车是垂直的骑来倾倒的，很舒服。比如在转弯的时候，如果你这个身体不随着车一起来倾倒，光车倒了，身体你说身体是直的，那你就得这样了。所以咱们骑自行车是很随便的一拐弯，身体随着一起就倾倒了，哎，自然是个3点直线，就是那个基本道理啊。一定要做到呢弧线滑行要倾倒，3点直线腿直轮正不可少，两臂协调放松用惯性啊，侧蹬侧收靠近支撑脚，这么做就行了。先不要滑行啊，先这么推一推，这么推一推啊，先看个姿势对不对。哎，来开始，看你们自己先体会一遍，哎，体会一遍，臀部进来，哎，要体会这个3点直线和滑行姿势。哎，你的上体这地方再放松一点，这太紧了。哎，这地方放松一点。好。哎，这个姿势啊，就基本就是这样啊。这就是呢，在这个休闲健身轮滑当中啊，转弯的时候，就是这么一个基本姿势。好。弧线滑行的基本姿势是弧线滑行的基础，通过一些辅助手段，你就可以体会到弧线滑行时身体倾倒的状态。在被动牵引的状态下，强化了弧线滑行时鼻、膝、脚尖保持3点一线的动作重点。下面我们来学练正滑转倒滑的一个停止方法。正滑转倒滑的一个停止方法的主要要领是什么呢？向前滑进的时候，你要想停止的时候把身体啊变成倒滑，倒滑以后呢，这个支撑腿啊放在左脚上，
支撑体重，把右腿呢向后撤出，撤出以后呢成为呢后钉子型的啊，后钉子型的成了一定一个角度把它支撑住，一次就把它支撑住啊，就是这种这个停止的方法。正滑先倒滑撤出停，这样停住啊，一次性停住，这腿一定要呢撤出来，前面这个腿支撑住，两腿做一个平衡，看准没有？看了。哎，下面咱们分别自己再学习学习，练习练习。慢点的，慢点的，撤出，成后钉子型。你那不对，你来来来，你看，你这个吧就没撤到位，从这个正滑变倒滑以后，这腿啊放到这儿成钉子型的，哎，这才能蹬住。你放这儿的那能蹬住吗？放这里蹬不住了，是吧？你再做一次来看看来。正滑变倒滑成后钉子的，后钉子式。行。腿没撤开。啊，腿得撤开。哎，腿得撤开，你看这样的吧，撤开，唰，这样才能停住啊。来试试来。哎。转。好。你这个不行。你这个吧，这个脚吧，你就练你的去。这个脚呢，你放这儿了，你这儿不是顶上了吗？你刚才你做的时候呢，你这种动作这不顶上了吗？这个脚得撤出来，是吧？这倒滑，是吧？变倒滑了，这个脚撤出，看见没？这样就停住了，看见没？来，你再做一次，做一次试试来。把腿后边撤出去啊，开始。啊，把腿撤出去，撤，哎，这就对了。好，身体往前倾，别往后仰。同学们刚才做的话基本对了，但是存在普遍存在的问题呢，就是后边这个腿支撑往后撤的时候啊，这个角度不够，不够你就停不住了。就是这个后撤的时候，这个角度啊，你看这个角度得撤开，你不撤开吧，这角度不够就停，就这样了，是吧？这是一个。另外呢，你这个腿得撤到位，啊，这个腿得撤到位，到这以后吧，这个腿呢得撤到位，啊，这儿，你要是放到这儿就不行了。你看这不是成后蹬了，这不成撤蹬了吗？放到这儿是后蹬，放到这儿就不对了，记住没有？哎，一定要是呢变成后蹬后钉子型的啊，身体往前倾，我们俩手拿做一个辅助型的动作。正滑转倒滑停止方法的动作重点是停止前由正滑转为倒滑，身体前倾，制动腿撤到身体正后方，与支撑腿拉开距离后迅速着地制动，同时两臂平举，防止摔倒。接下来是呢，倒滑前推蹬接重心的练习啊，来学练这个动作。这个动作的主要的这个要点是什么呢？就学会怎么往前推蹬，来蹬完以后怎么来接这个重心啊，一定要把这个支撑腿接到你身体的下方。前面咱们练这个画葫芦的时候吧，就是那身体的重心不是放在你的正中间吗？还是这个姿势啊，还是这种姿势，就是在蹬的时候吧，就把你这个双腿画葫芦的那个感觉在这个单腿里做出来，这条腿就不画了，这条腿就过来咱们接重心。它就是练习你呢怎么样的往前推蹬扶腿来接重心，往前推蹬扶腿接重心，是这么一种要求啊。两手放在前面，右脚推左，右脚这个左脚推右脚过来，右脚推左脚过来啊，重心一定要过来啊，一定要过来啊，过来以后呢达到这个程度，是吧？这个程度三点直线，鼻子尖膝盖脚尖啊，正好在一个垂直线上，这个腿是你蹬完了，是这么动作啊。关键就是支撑腿
接重心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三点直线，鼻子尖起来，脚尖接在你身体重心下方啊，身体的重心放在轮的正中间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下面呢咱分别自己体会这个动作要点。好，再倒回来，原地再倒回来，倒滑着回来，啊，重心的移过来，啊，重心移过来，啊，把腿伸开，伸开，那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是吧？这个重心这么的过来，啊，手放前面，头抬起来，哎，全部得移过来，移到这个程度，哎，得移到这个程度，你看这样的移过来，看到没？这重心一定要移过去，头抬起来，哎，头抬了，不要出胯，接住这胯，啊。头抬起来，这双腿呢不是抬起来的啊，你就是两个离着贴地就行了，是吧？是吧？是吧？不要离开地就行了啊！手抬起来，抓好重心，哎，抓好重心，好，哎，重心移过来，前撤退，重心移，接体重。练习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让你体会一下飞的方向。是吧？是往前撤推，推完了以后呢，重心马上接重心啊，接到三点直线，接过来，这个动作，啊，接过来，接过来，接过来，是这个动作。哎，好，转回来，哎，转回来，接回来。啊，看那双脚不准离地，好，哎，移过来，移过来，好，回来，好，转回来，好，好，停，啊，体会重心一定要过来。在做倒滑前推蹬接重心练习之前，你可以先在原地适应倒滑时的重心移动，进行倒滑移动重心练习，初步适应倒滑的感觉。动作呢，它是用身体的那个重量往下一落啊，一落往底下稍微一塔，用外刃，它自然一下就走了，是用外刃蹬的，而不是用内刃蹬的。一般这个技巧在什么时候运用呢？就是在这个路面非常平，你也比较累了，是吧？在调节一下自己的时候，啊，你就可以用这种方法，不用内刃蹬了，改变一些肌肉群做工的这个部位和方向，啊，休息休息，调节调节，但是照样可以往前走，而且走的非常快。接下来咱们练习的这个内容啊，是双脚弧线滑行的平衡练习。这个练习呢，它重点是要解决什么呢？解决这个身体滑行的姿势和支撑里外刃练习的一种控制能力，一种控制能力啊。它不是连续的，就是呢是一个静止的来进行滑行。滑行当中呢，锻炼呢，提高我们这个腿部啊对轮的控制能力。这个控制可不是推直的控制，也不是静止控制，是什么？是一个动态的，是滑行的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在练习这个里刃外刃这个变刃过程当中啊，它的支撑能力和这个平衡能力，再加上你身体姿势啊的固定能力，身体姿势在固定同时呢，它基本是个静力支撑啊，身体没有啥动，基本不动，这样的话呢，你腰腹肌啊这个力量它就提高了，是个基本控制能力啊，
所以这个练习的内容啊，就是锻炼里外刃啊双脚平衡当中过弧线当中的一个技巧啊。这个技巧做好了，你过渡到这个连续滑行的时候啊，你的腿部力量就上来了，这个平衡能力姿势也就正确了，既管了你姿势，又管了你这个左右垫刃的这种控制平衡能力啊。蹬一下啊，两脚是这样，这就是练那个右脚的外刃左脚的里刃，到这边蹬过来以后呢，是左脚的外刃右脚的里刃，到这边过来蹬一下，三点直线不可缺少啊，一定要记住这个口诀，弧线滑行要倾倒，三点直线不可少啊。看看这个直线蹬加一步，让它有个惯性，要倾倒啊。在滑行的过程当中啊，用咱这个口诀支配你的动作，边滑呢边感受体会这个肌肉感觉，两条腿并拢，体现出左右外刃的变化啊，里外刃的变化啊，特别是在弧线这段，双脚平衡，两脚并拢，体现出里刃外刃的动作，还要体现出三点直线要倾倒的动作，腿要直，轮要正，这个基本点不能忘了，自然拐啊。哎，汪汪，你听下，你看你放松，你做那个动作，你突然产生一个那个支撑不住的感觉了吧？嗯。所以这个拐这个弧的时候吧，让它自然拐。所以呢，怎么才能自然拐呢？你臀部往里头一伸，体自然一倾倒吧，形成这个三点直线了，形成三点直线自己就走了。你抬头，哎，蹲下来，哎，臀部进来，手往前，让它自然就走了，啊，不要这个那个脚上。你跑前面就不行，那跑前面就错了，是吧？让自然走啊，来，来，自然体会体会这个动作就可以了，啊，要的是呢，里外刃的支撑能力，啊，三点直线的支撑感觉，上体重心位置那个基本姿势，哎，伸展撑过来，你还是犯那个毛病啊，这上体啊，这上体啊，放松自然倾倒，哎，就这样行了。对吧？这样，这人太紧张了。你这紧张的，这不是这就不好看了，而且你是一种错动作，很自然放松嘛，是吧？你这个休闲的一个技术，健身的，你坐的一定舒服也好，啊，是这么姿势啊。来，嗯，开始来，看看脚底下啊，脚底下那个里外刃要明显，不能倒踝，三点直线不倒踝，啊，腿要直，轮要正，这是基本点。刚才咱们初步试一下啊，你们初步体现了一下，在体现当中你们就有感受了，在这个里外刃的运用过程当中啊，它有个上体配合，上体你得配合好，底下你才能把这个动作做的那三点直线，上体很放松啊，这样就行了，然后那个姿势很舒服，一定要踩准的这个重心点，是吧？踩到这儿啊，这就是最基本的，你们刚才一滑就体现出来了，上体是不是感觉紧张啊？那就错了，上体放松啊，很自然的，底下控制能力强了，上体就放松了。现在我们重点就是要练习这个里刃外刃的控制能力。Point, point, point.